高动态范围的照片调整。那各位看一下这张照片，这张照片恐怕是以这个背景为准，室内就暗暗的 ，OK 吗？因为外面阳光很亮哦。这个，那下一张呢？正中午了，哦，那像这张呢，可能是傍晚了，这张正中午，外面阳光很亮，那这个呢？里面亮，外面也看不见了，哦，那我希望看到这个内部的情景，也想看到外面的这个场景。你不管什么时候拍，哦，大概拍不是这样就那样， Photoshop 可以帮你做融合，哦，你看见吗？这个，哦，这个这三张图，哦，高动态范围，sorry 这三张。那细节部分呢，网络上可以自己去查一下什么叫 HDR， 有空再自己看。那我们来看看 Photoshop 帮我们处理做什么事情，哦，来档案的地方的，我们刚学过这个 photo merge， 对不对？楼下这个家伙叫做高动态范围的图片处理，合并为 HDR 的 Pro。那你给我图片，啊，他说，哦，曝光度选择两个以上哦，最少要两个啦，啊，他会帮你做合并。来，我们浏览一下，我们再把照片再瞄一眼好了啦。这里，好，这个是第一张，这个外面清楚，里面暗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呢？哦，要面更亮哦。那下一个呢？我希望看到里面的场景清楚，也想看到外面的这个。来，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喽，把它浏览进来，哇，对吧？点着它，按着 Ctrl 键，在电脑世界按着 Ctrl 键点叫做复选，哦，那点的时候按着 Ctrl 键拉的时候不要拖曳哦，点一下放开，点一下放开，点一下放开哦。如果你拖曳的话，这边就会变成复制哦，就变六张哦。来，把室内一、室内二、室内三，透过把它确定开起来。来，到时候请你这三张图，它自动帮我们对齐哦。有时候人在拍的时候，拿手在拍，手机会晃，会震动一下，位置会偏 ，Photoshop 自动会帮你调整。所以没有带脚架还好 ，OK 吗？来，那就帮你处理。来，确定哦。他在忙了，他忙得要命，这叫自动处理。然后他处理完就变这样哦。第一张图的时候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第二张图、第三张图，现在把这三张图融合什么？外面清楚，里面也清楚。这时候只要按哪一个就好了，简单说按确定就搞定了。哦，这是我们处理完的照片 ，OK 吗？原来图形是长这样哦，外面是这个，所以我从这张图取它的外面。那后来呢？最后一张图里面清楚，外面不见了，它帮我们结合起来变成这样。哦，当然最后还是要再提醒。档案另存新档就可以了，要跟别人分享要选 JPG， JPG 是网页的图形格式，哦，就会最清楚。